各位善知识，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现在讲到长文的第二番问答，就是佛的答复有别答，有总答，有劝供养。现在讲的是第一别答当中呢，就是通常说的32应身，32应的名目啊，是出在楞严经，而楞严经还没来之前，智者大师的解释啊，是称作33身，或者是称作35身，那么我们现在是顺着这个经文，一样一样的说明，到了最后再来汇通这个32应的名目。上次刚刚开讲就是声闻身，这个佛身，比字佛身、声闻身的这个叫做三圣身，这三种是出世间圣人之身，现这种身叫做三圣身。第一现佛身，这个上次讲过了。本来第二有菩萨身，因为现在观世音菩萨他是果地菩萨，已经成佛了，为度众生方便示现菩萨身，他现在当体就是菩萨的身份，所以在普门品里呀、现在这一本姚琴鸠摩罗什三藏所翻译的没有说现菩萨身，但是前面正法华经里面是有现菩萨身的，而前面的妙严菩萨品也有现菩萨身，所以这个现菩萨身呢，当然是随众生的根基，需要现菩萨身的他就现菩萨身，经文里面或有或无，只是彼此互相隐约隐略，总是没有是包含在意义里面，有的是文艺皆具。那么上次讲到比字佛身，比字佛两种呢，就是独觉与圆觉，出现在世间没有佛出现的时候，自己看到世间这个万象的无常变化，例如说秋观黄叶落，春度百花开，看到这种的无常景象，由此而开悟，证到比字佛国，超出三见，断见思惑，断部分的这个残疾习气啊，那么证到这个比字佛的果位，那就叫做独觉啊，没有听到十二因缘法，只是独自觉悟，那个叫做独觉。这里包含在第二比字佛身里面，楞严经是另外分开来独觉圆觉，第二种圆觉，圆是十二因缘，听到佛说的十二因缘的法，由此修行而开悟的，那就叫做现圆觉身啊，就是圆觉啊。那么圆觉是听佛说的十二因缘，另外有一部经专门讲十二因缘的啊，就是有一部叫做十二因缘经。这个十二因缘的名目啊，在法华经前面化成一品里面有详细列出来的啊，就是无明缘行，无明是第一，行是第二，行缘是四是第三，四缘名色，名色是第四，名色缘六肉，六肉第五，六肉缘触，触是第七，触缘受，受是第八，受缘爱，爱是第九，爱缘取，取是第十了那么这是顺着这个次第啊排下来，取缘由，由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
那么如果从老死往上推，推到无明有十二种啊、嗯。那么这个按照这个次序，上次是只讲这个一念中具备十二因缘便宜修万，现在这里啊是按照这个三世十二因缘来做简单的说明。例如我们人是过去是种下人的善因，由过去有漏善的这个人的因，那么圈到今生来做人。那么按照这个十二因缘的次序啊，过去世的无明，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个八十田中都有这个无明烦恼的种子啦，那么修了这个做人的十善，那么我见善之类的有漏善法，那么无明原形，形是造作的意思啊，因为有无明种子生起现行，就会去造作。造作什么呢？例如我们现在人生就是过去是造作了人的业啊，所以无明原形啊，由过去是一切烦恼，这个叫做无明，而烦恼生起现行去造作人的业啊，那么这所造的业啊就叫做行啊，由这个行的牵引，牵引你就因你的地巴乌拉耶识来生在人间，那就是第二行缘识，无明缘行是第一段了那么行缘识是第二段了就是由行的因缘而由这个识，这个识就是第八乌拉耶识啊来投胎的时候那一念，投胎的那一念呢，那就是叫做识由过去无明行两支因那么感到这一生的事名色等的果报，那么这个事就是来投胎了，投胎之后在母胎里面那么成为这个胎儿啊，就是事缘名色。这个地报呢是投胎之后在母胎里面，心理作用啊只有名而已，在母胎里面不会起作用了所以叫做名色，色就是这个胎儿那么在母胎里面的父亲母血合成的这个胎儿，那叫做色，它这个心理作用就是名，有名而已了，它还不会生起作用。世缘名色是投胎之后在母胎里面的慢慢生长的开头名色缘六入，就是在母胎里面，六入就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能入于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根能入六尘六尘也能入于六根，引这个六尘的沉静到六根里面来升起这个六识的分别，所以名色缘六入，六入就是六根，那么就在母胎里面呢慢慢这个眼耳鼻这个六根就生长成就了在母胎里面就六根成就的六入。六入原处，这个处是出世以后的事情了胎儿十月满了生下来，一生下来就跟外境接触那么从此之后大概两三岁的时间呢他只能接触外境他还不懂得受的真意，但是实际上胎儿生出来以后婴儿也懂得苦乐，他内心也有苦乐的感受，但是那种苦乐的感受啊那么还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所以只称它叫做触那么触缘受，受就能接受外境了，能分别外境了，那大致是小孩子啊到了五六岁的时候三四岁五六岁他能分别外境了，例如说眼睛看到外面的色他会欢喜会憎恶那么耳朵听到声音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好坏他慢慢会接受这个外境，所以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尘只接受而已，他还不会升起这个真正的爱念
实际上这个爱取有啊，是约众生的这个异性的吸引方面讲啊。小孩子实际上四五六岁，他对外面的沉浸也会爱，比如说小孩子三岁小孩，他都晓得爱钱呢、啊，钱给他买的东西吃，他都晓得要，那么这个爱啊，是不是指这个生死根本的那一念？所以他只说是受，只说受，受缘爱的爱。这是大概人的十三四岁以上，十三四岁以上接触到外境，他会生爱了。那么这是指异性之间的彼此互相吸引的那一种的念头，叫做受缘爱。爱缘取，这个爱缘取的境界啊，大致是成人了，这个人已经十六岁、十七八岁以上了，他懂得这个异性的吸引的情况。那么彼此会想要取为浪为己有了，所以爱取有。那么所以取缘有，那么既然能够爱取了，那么他就会升起这个严重的贪爱心，而执为己有啊、那么有他就造业了啊、他就再继续造业，所以有又在缘生，有又在缘生。那么这个生啊，是后生的事情了啊、所以生老死这两只啊，是后世的两只啊、那么所以这个十二因缘论三世啊、过去是两只，是因，是无明缘行，无明跟行，这两种是过去因，过去世的因啊、是名色六入触受，这五支啊，是现在五支果，过去二支因，现在五支果。无明行，过去是两支因，是名色六入触受，现在五支果，就是现在这一生生在人间啊、接受到外境的五种果报，或苦或乐啊、那么现在五字果，爱、取、有，这三支是现在三支因，现在这一生做人当中又在造因，又在造因啊、对外境生贪爱，爱之就取着，取着以为己有，有业就造成了。有业就造成了，这个有就是等于过去式的行啊。那么因此再遭到来生的果报，所以未来二之果，由缘生，这个生是来生再转生的事情了。那么生缘老死，有生必定有老死了，当然这一生也有老死啊，现在是把这个老死把它编到第三生啊、因为你再转生必定又有老死，那么这一生有老死，当然过去生一样是有生有老死，所以我们众生啊就是这样生老病死，生再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有了期，无量劫来就是这样轮转不息啊、无量劫来就是这样轮转不息，这就叫做流转门，流转门，众生轮回流转就是由这个原因啊、那么你一直无量劫来轮回生死就是由这个原因来啊，因为有无明，根本问题就出在无明，因为有无明，那你一定就会去造业，那就有行，既然造业了，必定就会有四名色六入触受等啊，所以这就是众生轮回生死的根源。你听到这里必定会想，哎，老死是从生来的，所以叫做生缘老死，生是从有来的，所以有缘生，有是从取来的，所以取缘有啊、取是由爱来的，当然是爱缘取，那么爱是从受来的，所以你会想，哦，那没有错，是受缘爱，那么受从哪里来？受从前面的触来的，所以触缘受，
那么这样一直往上推，推到这个是推到是，是从哪里来的？从行来的，由过去造的行的业，所以现在由这个投胎的这一念是啊。那么行从哪里来啊？行从无明来的。好，到这里你就会再往上追，无明从哪里来啊？想想，无明从哪里来啊？唐朝唐代宗，唐代宗的时候啊，有南阳慧中国师，当时称他南阳中国师，他是参禅开悟有神通的啊，参禅勘验过这个大儿三藏的这个他心通。那个时候唐代宗对于南阳中国师非常崇敬，当时朝中有一个宦官呢，于朝温是唐朝唐代宗时代的宦官，就是黄门呐、在朝里面的太监了、不过他很得势，很有势力那么他的势力也超过宰相，很厉害那么当时在朝中大家都怕他。那么于朝温他是不信佛的，他看到唐代宗对于南阳中国是这么崇敬啊，他心里很不甘愿，很不好受。那么因此他总是老是想要找个机会啊，来给这个南阳中国师下不了台的机会，要给他难堪啊。那么有一天唐代宗请这个南阳中国师上座说法了，哎，他说法正是讲到众生无明烦恼的这个事情了啊。正讲到无明烦恼的时候啊，于朝安当时就站出来了，他说机会到了，我这一次要叫这个南阳中国师下不了台啊，正在皇上面前叫他下不了台这个于朝恩就站出来，哎，请问国师，无名从哪里来？无名从哪里来？南阳中国师毫不客气的，你这个东西你没有这个资格问这个话。好、哦、这还得了，你想想，他已经是超过宰相的地位了，他的权势超过宰相啊，皇帝都要听他的话，那这个时候你一个出家人对他说这个话，他还受得了吗？他马上就脸红脖子粗啊啊，那不是生大气是吧？大发脾气了啊那么大发脾气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他当然大发脾气就骂国师了啊，他要叫他下不了台嘛啊，要叫他难堪了。哎等到他正在发怒的时候，哎，这个南阳中国师就告诉这个于朝恩了、我告诉你，你不是刚才问我无名从哪里来吗？就从这里来，就从你这个时候来，这不是无名就来了吗？你这个现在发脾气不是无名来了吗？所以后人呢，发脾气叫做发无名，是从这个原因来的啊。所以一般呢，说发脾气啊，那就是起无名了啊。实际上平常你爱也是无名啊，怨也是无名，一切都是无名，可是这个发脾气的无名最显明了啊。因此之故啊，一般尤其出家众的习惯，现在好像这个习惯都慢慢磨灭掉了我从前还是年轻的时候，在山上经常听到啊，那些老修行说，看到有人发脾气，你又在起无名了，有说这个话你又在起无名了，就是发脾气叫做起无名。发脾气叫做起无名，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就是于朝恩发脾气啊。那么这个中国师说，哦，无名就从这里来。那么实际上无名从哪里来呀？因为这个十二因缘是圆形的，圆圈圈啊，祸业苦三道轮转不息，祸业苦啊。那么起祸造业受苦，正在受苦的时候又在起祸啊，又在起祸，又在造业，又在受苦，就是这样，祸业苦，祸业苦，轮转不息，无量劫来就是这样轮转不息，所以叫做无始啊。佛法的佛经里面叫做无始，这个不能去找开始的，你找他从哪一天开始，这个找不出来，不能找他的开始，所以无明是无始的。那么这个十二因缘就说明众生轮回生死的根源了。缘觉人，缘觉根性的众生啊，他的根性比较利，他就发现哦，轮回生死的原因就是从无明来，
所以圆觉人修行啊，就是从断无明下手，断无明，先断无明。所以他是有反面门，十二因缘的反面门呢，他无明灭，啊，先灭无明，无明灭着行灭，行灭着事灭，事灭着名生灭，这样一直到最后，生灭着老死有悲苦恼灭。你就把这个无明之根断掉了，后边十一支通通都没了。所以必定要从断无明下手。那么因此圆觉人他比较立根，比声闻人立根，他能从无明下手，先从极地下功夫啊，断无明啊，无明一断，见思惑断了，他就可以证到彼之佛国。所以圆觉人修十二因缘的反面门，证到彼之佛国。那么如果有众生需要以彼之佛国的果地，这种的阶位的这个身份来度他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这个彼之佛身啊。所以经文说，应以彼之佛身得度者，即现彼之佛身而为说法。那么如果需要以彼之佛的身份来度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彼之佛身啊。说什么法，不能死板定论。这个跟妙音品就不一样了啊！妙音菩萨品的现身呢，通通都是为了说《法华经》，不管他现什么身，他的用意就在说《法华经》。普门品，他既然是普门示现呢，什么法都说，是完全应机说法。现彼之佛身，可以说十法界法，法法皆说。该说什么法的他就说什么法，该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这样才叫做普门呢、所以应以彼之佛身得度者，即现彼之佛身而未说法。未说什么法不一定，看情况啊、那个时候需要用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所以这是现彼之佛身，三圣身的第二。第三，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未说法。声闻很简单的，就是闻佛四谛的法这个声音而体悟到佛法，晓得知苦断集目灭修道，由此证到阿罗汉果的，就叫做声闻人。声闻闻佛四谛声而悟道啊、这种声闻人根性是，他是超出世间的声闻根性啊、但是他的根性比起彼之佛稍微钝一点，所以在二圣人当中说他是钝根的啊、只能断见思惑啊、以习没有力量断除，习气没有力量断除啊、他只断见思惑。那么他是先知果而体会到因，所以苦集灭道四谛啊，苦集二谛是世间的一重因果，灭道二谛是出世间的一重因果啊。先果后因，就是声闻人呐、他知道这个苦果之后，他又追求这个苦果的因从哪里来啊，所以知苦而断己了。苦是果，己是因。哎，苦从哪里来啊？苦是因为有极地呀、极地里面就包含惑一业，惑业啊，就是这个无明、行、爱取有这五支啊，叫做极地，极地啊，剩下七支就叫做苦地啊。那么在十二因缘就包含这个流转门，就包含出世间的包含世间的因果，包含世间因果。无明、行、爱、取、游这五支就是极地，极地啊。剩下还有七支，十二因缘的剩下还有七支，剩下的就是苦地啊。那么彼之佛人立根，他能够先从无明下手，断无明，就从极地下功夫。而声闻人要先知苦，他根性比较钝，先知道哦，世间这么苦啊，他生厌离心啊，世间太苦了，我也出苦海，怎么样子超出？那么就研究这个苦的来源，就是因为有极地啊，极地里面就是急着招感意
啊，那么会招感到苦果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烦恼，烦恼会造业，那么由造业现在才有苦果，说知苦断集。那么要断烦恼，超出世间，要用什么方法呢？目灭修道，灭地就是偏真涅槃，就是出世间的这个阿罗汉果的无生涅槃的果位。怎么样才能证到涅槃呀？要修道，修什么道呀？37道品，啊，那么简单说就是声闻人修的，这个七方便，就三资量四加行，然后就按照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次序断思惑，先修三资量四加行，然后到初果断见惑啊。三资量就是五停心观、别相念处、总相念处，这个叫做外凡三资量位啊。那么这个别相念、总相念是由五停心观来，先修五停心观啊，那就是多贪众生、不净观等啊。那么然后就修四念处的别相念啊，别相念修成就了，修四念处的总相念啊，总相念处修成了，他就有力量按照这个4地16行观呢、啊、来修这个4地16行观啊。那么从这个三资量位之后的四加行位，四加行也叫做四善根，就是暖、顶、人四第一，这四个阶位有修这个4地16行观，人位修上下8地32行观，有31个减缘减行啊。那么修这个4地16行观，上下8地，上二界也有4地，欲界4地，就是上下8地各有16行观，就32行观。那么在这个暖顶人四第一这四个阶位修这个4地16行观满了啊，最后啊，以8忍8智断见惑啊，见惑顿断了就证出国，出国要顿断见惑80/80，然后断这个思惑啊。那么欲界思惑有9品啊，前6品润一7生啊、6生的这个生死啊，后3品润一生的生死，所以欲界的9品思惑滋润7番生死，所以出果须陀园呢，他还要来7番受生死，7生天上，7生人间，然后才能超出三界证阿罗汉果。那么等到把这个欲界的前6品的思惑断掉了，就只剩下1番生死，那就有二果，证到二果叫做斯陀含，斯陀含叫做一来呀、啊，一来就一来人间，一来天上，那么他的烦恼就可以断了啊、那么最顿根的也可以证到3果，立根可以证到阿罗汉果啊、那么3果就是把欲界的思惑断尽了，那么升到色界天啊、有五不还天、五尽之天，有声闻人啊、3国圣人所住的，就是4禅天在往上的这个5层天，善见善现无烦无热啊、19境天。那么他这个三国把这个欲界的思惑断掉之后，次第断这个色界的啊、这个四禅四地啊、这个每一地都有9品思惑啊、再往上断这个5生界的4地，每一地都有9品思惑，所以3界9地，地天地的地啊，土地的地，不是4地的地，不要搞错，这个同音字啊，有的时候会搞错的啊。有3界9地，我们平常念的4生9有啊，这9地就是9有，有轮回，有生死啊。生界有4地，5生界4地，每一地有9品的思惑，8、9、70、72品啊、那么9、9、81品的思惑断尽了，就证阿罗汉果。证阿罗汉果就是声闻人的最高的境界啊、就是3界的见思惑的烦恼种子完全断尽了，超出3界证到阿罗汉果。这些道理详细呀、在这个四教仪藏教的行位修行阶位当中啊，有详细的说明，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就得去研究四教仪啊、另外有四教仪的录音带可以去听听啊、这里不能细讲。
那么就把这个声闻的结尾语有三字量四家行出国二国三国四国，每一国前面有个相，出国相，出国二国相，二国三国相，三国四国相，四国这个叫做四双八倍，四双八倍有四国的结尾啊。正道阿罗汉国就是声闻人的目标最高的就达成他出世间的目的了。所以声闻人的究竟目标就是断见思惑，正偏真涅槃那么主要就是生厌离心，跟菩萨道不同的地方，他只生厌离心，觉得这个世间可怕观三界如老妪，视生死如冤家他看到这个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好像是坐牢一样他赶快要出去生厌离心看到这个轮回生死的苦恼好像看到冤家一样所以他很害怕那么因此如果不发菩提心就成为定性声闻假如有一类众生他需要以声闻身来得度的，那么菩萨就现声闻，无论是初发心的声闻人的比丘或者是一直到证阿罗汉国的阿罗汉，他都可以实现那么三智量四加行的这个外凡内凡的七方便威，也叫做七显威那么四国四相的四双八倍的皆威，他都能实现那么该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这就叫做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前面叫做这个妙音篇叫做现行，这里叫做现身，意思相同的，行也是身，身形身体的形象，这是指的身体，前面指身的形象，就指这个身体现象现出这个身份来说法度这一类根性的众生，这就叫做现三圣身，菩萨也包含在内，如果加上菩萨就四圣初时间四圣结尾是不是会想爱困了？我来说个故事好了我在我们历史上，在中国的习惯上有这么一个记载传说有这么一回事，说是南海普陀山他的山门永久不开的，前世山门永不开，我没去看，我不知道有没有开，现在有没有开我不知道从前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普济寺前山的这个普济寺的是这个大寺的山门是不开的，前世山门永不开。他为什么不开呢？有原因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示现游戏山脉到了这个天台山去，他到了天台山天台山浙江的天台山有五百阿罗汉都是正四国的阿罗汉这阿罗汉有五百位阿罗汉住在这个天台山在那游化那么有一天观世音菩萨到了天台山，到了天台山就那么那五百阿罗汉是主人就招待观世音菩萨大菩萨来了到我们这个山上来大家招待他，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在山上就玩了几天再看看山上，有一天他们跟这个观世音菩萨跟五百阿罗汉就在这聊起来了，他说你们这山上样样都很好，大殿也很庄严，就是少一只塔，没有宝塔就缺少庄严了，假如你能建一个大的宝塔在这边那你这个山上就更庄严了，这是观世音菩萨说的那么五百阿罗汉其中有一位就说他固然是有需要了，但是他还不甚重要我们这后边山有一个千丈崖一千丈很深很深的深坑这个两边的山很高，那么从这边山要到那边山去要绕一个大圈子，下到山底下再绕过去谷底，再从那边上去要好多好多时间，那么老百姓上下很不方便，如果能够从这边的山到对面的山这个千丈崖的中间能建一道桥坐桥醉酒那是最重要的，比这个他还要重要观世音菩萨说那就这样吧，我们你五百位我一个人我们彼此对一个人做一样东西好了给山上来庄严庄严那就问五百阿罗汉说你们大家喜欢做什么呢他们想想我们五百个人建塔比较方便我这个宝塔由我们来建
哎，那你观世音菩萨，你的神通广大，你那你建座桥好了啊。那观世音菩萨说：“好好好，我来做桥啊。那么今天晚上就做哦，不能等到天亮。如果做到天亮没做好，就要受处罚的，好吧？天一黑，哦，这些五百欧罗汉就大现神通啊，哦，就搬砖的搬砖啦、啊，做他的这个接的接啊，弄的弄啊，哦，那么五百欧罗汉整个动起来啊，那个搬砖的好像飞人一样飞来飞去，很快。”一下山一下子就上来了，好多砖头都搬上来了，那么接着接，很快就接起来了。等到四根呐、啊，古代是没有时钟啊，然后看到四根啊，观世音菩萨就旁边在一直看他们建他呀，快要建好了，他快要建好了，就剩下剪这个顶端一段了、啊，还没建而已。观世音菩萨一想，不对呀、啊，我在这里看他们建他，那我得瞧你。我的桥还没建呢，那等会我桥建不好怎么办呢？好，剩下他们那么一点点，我就来建桥吧。那么观世音菩萨现过神通，从这边山脚山顶呢站一个脚，一个脚站到对面山的山上啊，有两个脚这样岔开来啊。那么这个站在两个山头上啊，就把这个手啊，两边都是石头嘛，很奇怪的，这个石头到了观世音菩萨手里啊，好像面粉做的一样啊，干那客人的七八的，他两把了，两个手，这边抓一把，那边抓一把，一抓来抓到中间一捏，好了，好了，不到五分钟，他的桥就建好了，啊，这就现在有名的天台山的石梁桥，石梁桥，那石桥啊，那简直是做的天衣无缝啊。啊，这个两边的石头这个粘起来，这个中间还有一点点这个粘的地方还能看得到啊、哦，那么、人就可以通过了，可是这个看起来很可怕了，就是一条桥啊，这石头两边粘起来的啊，所以后人呢看到这个石梁桥，也叫做简单叫石桥，有很多人作诗啊，天台山上有很多这类这个天台的这个石梁桥的诗。我看过很多这个很好的诗，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把这个桥做好了，他不到五分钟就做好了。回头一看呢、啊，这欧罗汉他这个他的尖顶那个最上一段呢、啊、还没建好，还剩下一点点，就是中间还有个洞啊，可以一直看到下面，还没建好，他说不能让他建好啊，如果让他建好就没有意思了。他观世音菩萨就在山的旁边呢，在做鸡叫了，咕咕咕，鸡叫。对，这鸡一叫就天亮了，给台啊，给台就天光了啊、哦。那么观世音菩萨在旁边在做鸡叫，咕咕咕，鸡一叫，糟了，天亮了。这个五百欧罗汉都是讲信义的，讲信用的啊、哦。一听到这个鸡叫，他们就停下来，不做了。为什么？因为天亮不能做，因为大家都就约好了，等到听到鸡啼，天亮就不能做啊，不能做就停下来，停下来就剩下这个塔尖。最顶最高的那一个洞啊，没有盖，就变成通天塔了。所以那个塔叫做通天塔，通天为什么？从下面往上看了、啊，一直看上去，通天塔。都粘砖头，那个砖头很怪啊，大大小小，黑黑白白，红红，什么样的都有。最奇怪的就是那一天天亮啊，天台山山下的人呐、啊。在早上起来要烧饭了、啊，烧饭这个火柴一烧啊，这个烟不会出去了，烟没不出去，都跑到屋子里面了。奇怪了，今天为什么这样啊？跑到外边一看，烟窗整个掉了，没有了，烟挡啊，弄得瓦掉掉啊。那为什么他那个烟囱都是用砖去接的，都是砖的？我们厨房也是啊，好的，俄罗汉没有来搬就是，我们的这边还存在。他把这个五台山天台山山下的那些老百姓的烟挡啊，统统把它撤掉，搬去做通天塔了。所以一家发现这种情况啊，大家都出去看，每一家都是如此，统统都一样。因此这个天台山下的那些住家呀、啊、都没有烟囱，没有烟挡啊，为什么呢？后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家家都一样啊？那个做烟窗的那个砖都搬光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大家就到处去找啊，究竟一个晚上整个烟窗都没了，
这个砖是搬到哪里去啊？大家去找，找到山顶上果青寺，发现果青寺一个大塔，这个大塔呀，那个砖头就是岩挡啊，有的黑黑，有的砖大小，哦，那个搓来搓去很奇怪的，那种怪样子现出来，哦，原来是那些阿罗汉把我们的砖搬来做，做塔了。后来天台山下的人呢，他的厨房就没有烟囱了。摩延党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怕这个阿罗汉就把他搬去了，宁可就不要接了，不要接了，不省得他来搬。那么因此这个观世音菩萨游戏三脉在天台山，彼此表现神通的威力啊，结果阿罗汉还是输掉，输掉。为什么？天亮了，那个最后那个最高那个塔尖呢没有做好，结果就输了。观世音菩萨的桥是整个做好了，没有问题了。那么因此这个五百阿罗汉收掉了，好像没有面子嘛，然后我们到普陀山去跟他玩一玩啊、那么因此这个五百阿罗汉就到这个普陀山来了。那么五百阿罗汉来，他怎么样子玩这个普陀山呢？他有他的一套啊，他就是用吃的方法，他就像出家人嘛，等到过堂吃饭的时候，这五百阿罗汉都现出这个比丘身都来过堂吃饭。哦，他的肚子放得好大好大，比弥勒菩萨还要大啊、那么这个吃饭吃得很快很快，在厨房里煮饭呢来不及啊、他五百人吃掉五千个人的饭量，一个人吃十个人的，他厨房就没有饭了，没有饭。这个、在场里那些阿罗汉呢发生的那些比丘啊，就吵啊，你们普陀山为什么没有饭吃啊？啊，没有给我吃饱啊，不吃饱我就不走啊。那里面有那个饭头是说啊，我今天不知道你这么多人来了，很对不起，我明天一定给你吃饱啊、哦、那么你就等在这里吧，明天中午一定给你吃饱。明天大家就打算怎么办呢、啊、他这么会吃，五百人吃五千个人的饭，那明天不准备五万个人的就不够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烦恼啊，怎么办呢、啊、明天谁也不敢去煮饭了。有一个那个老修行出来了，他说我来煮，你们没有力量我来煮。那么他就发心去当饭头，他这个一煮啊，这个饭锅里面自己会出饭的啊，不用煮他就来了。好，那五百欧罗汉就进吃吧，看你能吃多少了啊，进吃，结果吃了一个人吃几十个人的饭，吃下去饭还是一直来啊，因此这个饭都是就有面子的，有面子的饭呢、啊，他吃不完嘛。哎，你们放肚进吃啊，放肚子进吃，我里面的饭还很多。结果啊，那五百阿罗汉就没有办法把这个饭吃完了啊，结果就不敢再吃下去了，吃不下了，吃不下只好啊，偷偷摸摸的往前门就走掉了。那五百阿罗汉走掉了，那么个厨房的饭头士就跑出来了，把门关起来，不要让他再进来。从此之后，前世三门永不开。那么那个煮饭的那个老修行是谁呢？就是观世音菩萨法身。这个中间有一个传说的故事啊，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我们不得而知。我这里讲的就是这个主云法师的所著的书里面也有记载的。有一种啊，是说观世音菩萨正在煮饭的时候，他们这个阿罗汉吃不完了、啊。吃不完，有个阿罗汉去开他的玩笑啊，他抓一把沙呀丢到他的锅里面去，丢到他的饭锅里面去，让他煮出来不能吃啊。那么观世音示现的这一位饭头师啊，他知道被人放沙了，他就用这个手指往里面一插，插了一个小洞，插了这个锅的小洞啊，沙会漏下去，饭不会漏下去，漏沙不漏米，叫做漏沙锅，漏沙锅。说的还保存住啊，这个话我是在还是十几岁在做小孩子的时候听一个老前辈讲的啊，我这是我加进去的啊，一般住宿里面是没有看到说有这么一桩事情。观世音菩萨示现啊，他煮饭一直来啊，那么他丢沙，把沙丢进去，他用手指插到里面去啊，那个沙会漏下去啊，米不会漏下去。漏沙不漏米，有这么一桩事，这是怎么把它配合起来？那么这是这个观世音菩萨他的游戏神通的情况。所以说这个普济寺啊，前世三门永不开，不开的原因就是这个五百阿罗汉吃饭真的太厉害了，吃不完跑掉了，跑掉就把三门关起来，不让他进来啊。
所以虽然不进来，他还是在普陀山玩呢。在普陀山里面有好多这个奇奇怪怪的出家人啊，化缘的什么样的都有啊，有的残废的啦，有的眼睛看不到的，奇奇怪怪的怪样子都有，那都是那些我天台山的五百欧罗汉化身在山上啊，在哪里这个开的这个玩笑啊。所以世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和尚不作怪啊，斋主不来拜。在普陀山的那些和尚作怪啊，他们奇奇怪怪什么样的都有，他们也在打架哦。有一次啊，这个做大官的到了普陀山，看到两个和尚在打架，这么坏，打架，我们把他杀光，准备要杀他。哎，看他们两个打架，越打越高，哎，两个脚都腾空了，哎，一直打到天上去了，后来看不到人了。哦，原来他们打架有这么一套。打上天了啊！那么好了，以后谁也不敢管了。所以普陀山的和尚啊，奇奇怪怪都有。和尚不作怪，斋主不来拜。我们这里和尚不作怪，所以斋主不大来啊。不来没关系，听经就好了啊。那么这是说，把这个世间流传的，好像有点神话了啊。那么有没有这个事情，我们不管。不过菩萨、阿罗汉这种游戏三昧是有可能的。是办得到的，不过最特殊的，天台山的那个石梁桥一直保存，假如完全是神话的话，那么这个石梁桥谁能建呢？你想想，谁有这个力量建？深坑那么深啊，那么两半山那么高，一个石条这样建起来是人的力量绝对不可能的。这菩萨的神通视线是有可能的啊。三圣身说完了，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